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还是不摇？碾碎！这是一个问题。 带弱势，知道带弱势不？以前的炼金就用的这个皮肤，我就想这个皮肤，这怎么两个寒冰呢？啊，它有个逆口。以前美服的有，国服没有。那其他的都挺磕碜的，什么沙滩了，就这又那的都挺磕碜的，就这个还能好看点。咱们打个积木。谢谢8厘米冠军的飞机。 听到你了。啊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不行，打不过，先溜。闪现点平 A， 啪，周过来一个点呀。 记住这波闪现平 A 很重要啊！少了那一下平 A， 可能打不死。你怎么回事？你这二级的阿木木敢克谁呀？三级了，我这吃个经验。 回家，先来一双皮鞋，再整个黑暗封印。正在路上。两个小孩怎么没选禁服？我跟你说，那禁服都打不过这俩小孩。阿木木这个英雄，得需要防备一下。 第一，你的阵容不能是全 AD 的，走。第二，你的虚区不太好打。 有点厉害啊！这不行，我得叫螳螂帮我砍砍一波了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叫打野吧，这边叫打野啊！打野马上到。<咳>打野不准备来了？打野呢？打野！你说你帮他干啥呢？亚索用你帮吗？你说那亚索。 他有没有点盐？你们知道不？打野快来，打野，我给你撇一滩泥巴，剩下的就靠你了。甩一滩泥巴，走，动起来！ 哎呀，我自己推就行啊，我推线很快的。 是时候了。哦，他带的 TP 好，他没点盐，才想起来，回家了。回家先来一个水银骸。摇摇晃摇。
这把我们的印性得老高了，这印性，我被动总共印性12.5%，下一层一共是25%，好像是。我们的皮孩再给我加30%，我的印性，我现在的印性就有39%。这是一个问题。先吃个药，往前走，来撇个泥巴，回来，平嘞，开大招点燃，平嘞，烫死。呀，生了！我靠！你吃毒吧你！你给我死！吃我的屁吧你！摇摇晃摇！来层塔皮。以毒攻毒，没事，我们死不了，回家了。这边再来这个，要不然虚区肯定是不够。先来个850吧。摇摇晃摇，来点刺激的，都睡觉了，怎么算刺激的？我就知道俺们直播间现在这2分钟的抽奖，现在是100%的中奖概率，只有一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，只有一个人。这轮大家如果有大气再送点，我们差十个人送大气，差十个人送大气。听到你了。等个10秒钟啊。兜粘住，哎，我好多雷，这是一个问题，开大招没用，飞回来平 A 再平 A 呀，啊，木木别急啊，走位一手，插个眼来，兜轮到我追你了，哎，哈哈哈，还有1分钟开奖啊！谢谢龙哥的飞机。正在路上。谢谢狼宝也起舞吗？走了，回家了。来个1300的这个吸血。是摇还是不摇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来个炸血皮泥，还有3分钟开奖啊！现在是1/3的中奖概率，直播间有个1000的抽奖，还有30秒啊，最后的30秒了。我们送礼的人数已经够了，谢谢多多多哦，感谢龙斌。我已经是有点无敌了，其实。我听有蓝 buff， 我们就可以一直开毒，不用关了啊。右边大，左边大，谢谢低鱼最帅蓝林汉，新任社长仇威将，正在路上，打不了一手，飞回来套点燃，平 A 平 A 平 A， 得了，
收波兵。这是一个问题。为什么不断线啊？因为我们还没狠到那种地步。我听到你了。我先来个传说装备，峡谷制造者。看，峡谷都是我制造的，召唤是峡谷。这不直接玩上去啊？摇摇晃摇，螳螂跟小光头干起来了。看看哪有雷啊？没有雷呀、啊！我是时候。干哈呢？啥意思？来了螳螂，来吧螳螂，跟我上螳螂，上。兜儿，你就非得等我先上，然后你再上。你个老登，你怎么这么损呢？多损！小光头什么意思、啊、你给我回去，轮到我追你了，小光头。是时候了。我闪什么玩意儿呢？我像个精神病，不闪好了。来个美甲的窃魂卷，这属于人正常的求生欲。正在路上。哦，这是大我了，我们得走一走。哎呦天，这两个全图大招可挺吓人。我听到你了。哎，找一找阿木，小光头 W 给到飞死，下路给我杀。给我杀，给我杀，给我杀，兜靠点盐，撇个 W 呢，杀死他。这寒冰有盾弓，不好杀，算了。防御塔有点厉害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要干什么？嗯，这是要干什么？这小黄毛什么意思？我没明白。摇摇晃摇，我你都敢野，我是真是没想到啊！连我你都敢野，你都敢野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跳弹，我跳弹。走位。完了，被塔砸了。啊！小黄毛没死，差一点点。我的美甲窃魂卷好像有点问题。咱先来个红宝石啊！咱们这个窃魂卷出了点问题，稍微。正在路上。阿爷，龙拿了，可以，先打个红的。为啥不出篮子里的折磨？折磨太脆了，折磨没血量。
先把这积木给杀了，这不是我的四层杀人书吗？哎，我四层的美甲窃魂卷来了，点点点，右边有个雷，算了，不排了，放那里得了。自言自力得要的，但是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先来个恶魔之勇，再来个自言自力，振奋我也得要这把，多出点魔抗。正在路上，我先杀个小黄毛，走，点烟爬不溜溜，没办法闪现啊，快跑啊，走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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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，螳螂先给我杀一个，来小光头减速往哪跑，他脑袋挺大的，是摇还是不摇，这是一个问题，收波线吧呢，往哪里舔，你往哪里舔，来救一下，摇摇晃摇先查个针眼，八层了啊，美甲的窃魂卷差不多是时候了，再杀四个人我们就满城，那是假的小光头，玩把积木猴哥，你看看对面的积木，闪现兜压25，靠，好能风筝啊，这对面多损啊，风筝人多损，来多损，风筝人是吧，风筝人是吧，先把这阿木木给杀了，你给我回去，我感觉我要死，不会吧，不会砸死了吧，给我吸点血，抽一下一下，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，哦，吸血没吸上来呀，来个大魔抗的，咱先来个恶魔之勇啊，这样就能折磨了，看看征服者吸了多少，征服者肯定没吸多少，因为炼金的征服者不太容易触发，他得 A 好几下人他才可以触发呢，他得 AEAA 接个扣才能触发，我先来一个蓝 buff， 我听到了，
蓝 buff 我们就可以一直开着毒不用关了。呀，笑光头哪儿走？谁人家的跳弹？挺大个脑袋，你给我死！你给爷死！我是时候了。你这个找出来还有什么用？你都给踩死了，蘑菇都给踩没了。呀，这 ADC 怎么死了呢？咱先杀个基姆啊！死了，我这寒冰，他给我一顿射呀！哎呦，我这寒冰。没办法，那寒冰戳我，我们跑得不够快，你知道吗？这寒冰这种英雄就得亚索来治他。先来一个振奋，再来一个护甲装备，不是振奋的，错了，自言自力。先来个自言自力，再出个护甲装备。正在路上。杀人书卖了吧，猴哥！我卖自己，我死之前16层，我卖它干啥？而且这个东西啊，是一件传说装备，它是最便宜的传说装备，它可以给我增加法穿。看看有没有蓝。要寒冰呗，刚才是你射我是吧？来 W 一手，往哪儿走？我折磨，你给我回来 ！AW 再 A 可以大没有关系，我很幼稚。你把炮车给我。还在那射呢，还在那射呢，这不点烟了吗？走，走呗，哟，再走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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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不了一手，往哪儿走？是摇，打不了。可以哟，小黄毛，先来个自言自力，咱再出点护甲。摇摇晃摇，还得螳螂治这玩意儿了吗？反正这一个小飞刀打这么多血，对面的积木应该是种田流积木，要跟我俩搁这种田。我惨，种田惨不惨？干哈呢这？打不了一手，飞回来倒点人，就你叫小黄毛啊？走呗，哎，画圈飞回来，平 A 打不了一手，哎，烫他。点不着，你画圈又要旋转，这寒冰可不给面子啊！这寒冰太克我了，这寒冰给我一顿减速，
无限减速，我的都动都动不了，给我晕的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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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，太可气了。来个本甲还是来个反甲？来个反甲吧，出个反甲。那冰杖就得把美甲的窃魂卷卖了，我不能换三速鞋。第一，他们家有积木，啊，第二，他们家有阿木木，第三，他们家有这个，这叫什么玩意儿来着？这都是控制，而且我们也能让减速的去持续时间降低一点。队友去打大龙去了，那应该打下来了，我就不去了。快跑吧，要不这波你们能打得过啊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哎呦啊，一把二换五可以啊。有点痛，那咋都是雷呢？哎，这雷为啥没踩着啊？先把塔拔一下，谁投降啊？那投呗。我俩整事了，开始投降了，看着没？赶紧拆下路，拆完下路还剩一路。谁能帮我把这寒冰杀了，我们就能无敌。这寒冰太猛了，给我一顿射。咱先把这寒冰杀了，胖子。一个人吧，有小黄毛先背着一个，走呗，能打别急，我们无敌了，打W给上，背回来，你来收他，哎，还舔我，你还舔我，你个小光头，我折磨你。来个办卡抽奖吧，兄弟们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啊！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来一个500的抽奖，正好过一下三星挑战任务，一会儿四星过了，过完五星。